有没有要做解释的？好，第21，我跟各位提醒的就是所谓的限制剂量的问题。什么叫做限制剂量呢？就是这个是一定量，这个呢是过量，对不对？所以说一定量的话是这个跟这个，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只有这么多，用完就没有。OK。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系数比等于摩尔数比有没有问题？没有。好，这等于末，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我们先不要管它了，就比上了。x 对不对？是不是？好 ，x 出来以后，他问的是说产生多少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产生多少，你可以说产生多少摩尔，可不可以？可以。也可以说产生多少克，也可以，对不对？嗯。是不是？都可以，因为他没有给你单位，对不对？这一题没有给你单位，就像比值比出来就好了，1:3等于这个东西比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是不是？那这个东西，请各位记得是这是沉淀，对不对？这是什么？我希望沉淀一辈子用不到。啊？所以这叫做限制剂量，这限制剂量，啊，好，21题，氢氧化钠0.3 mg 消耗了30.3毫升，这两个相乘等于什么东西？重点在这里，对不对？0.3 mg 乘以30.3是等于什么东西？
是不是等于是不是氢氧化钠0.3 m 的氢氧化钠，它用了30.3，这两个乘积是不是等于这个？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好，这是一个酸碱中和，对不对？21级是酸碱中和，对不对？酸碱中和是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碰在一起？这叫酸碱中和，对不对？是不是？好，这个东西是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它第一定呢是醋酸里面的氢离子哦，不是第一定醋酸哦。那这个醋酸有多少毫升？醋酸有多少毫升？题目：醋酸有多少毫升？醋酸有这么多毫升，对不对？好，那这个出来就是0.3乘上30.3，就是九十点九 millimol。那90.9 millimol 也表示说氢离子的摩尔数是90.9 millimol， 对不对？是不是？90.9 millimol， 它除上10毫升，是不是等于九点零九 m，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好，9.09是代表这个，对不对？是不是？那他的问题是什么？来看题目，他的问题是什么？告诉我。醋酸浓度哦，它指的是这个哦，对不对？它不是指这个，对不对？那多少醋酸才能够检验出来9.09？请你查后面的附录去看醋酸的解离常数，告诉我附录醋酸的解离常数。我已经提醒各位了，因为这是课本，所以说很多题目里面它没有给你东西。多少？1.75乘10。1.75乘上10的负5，对不对？是不是？好，那在这种状况下面，这三个都是浓度，对不对？是不是？都是浓度。那今天这是
你这样去做计算的时候，算出来就是这个值，这个值就是它的一个醋酸的浓度，对不对？因为醋酸跟氢离子浓度的沉积除算醋酸根的浓度，才等于它的解离常数。这一题的重点在这里。所以说高中生所做的题目可能都需要多想一步或多看一步，这一点有没有问题？你说为什么解离常数要这样写？解离常数就要算出来的。OK， 啊，你们课本里面好像没有，这一题。好，31题，23题我不解释了，23题你们自己去看看你们课本上的一个定义。我们讲说离子的依塑性或溶液的依塑性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里面溶质的总摩尔数有多少。所以当我们看有两个，一个是氯化钠，一个是氯化钙的时候，它离子的总摩尔数是2，氯化钙的时候它的离子总摩尔数是3，所以说这边要乘3，这边要乘2。那第一个是什么？甲醇，这边因为不解离，所以说这边乘。这一题的重点在这里。OK， 自己可以吗？这个。这个是要到指考才可能会碰的，可能碰得到，也碰到的可能性极低。低到不可能。好，还有没有？还有哪边需要解释的？其他应该都没有吧？
强剂的味道啊。对啊，它的溶解度，它的解离度越来越大，所以氢氧化钡原则上它会变成钡加氧中氢氧中。那这个东西乘一等于钡，对不对？乘二等于氢氧中，对不对？是不是？嗯。有没有问题？喂。没有。这就还好。这样可以吗？啊，还有呢？我所勾的题目，意思就是说，各位都应该要会，啊，各位都应该要会。那我没勾的题目，原则上都是比较，应该算是属于单纯或比较无聊的题目，或同质性的题目。还有没有？所以各位都有手机，手机里面都有计算器，啊，既然是作业，你就可以用计算器去算，就不必手算，对不对？但是起码你式子要列出来。所以之前我为什么说，我希望你给我的是过程，而不是答案。那天我美国一个同学，很无聊啊，从 Boston， 传了一个东西过来，说，问我说那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结果呢，我算出来了，算出来以后呢，好像答案跟他的。最后的答案，他认为的答案是一样。哦，其实我的答案是错的。但是在整个里面呢，如果说你真要我去挑一个答案的话，我可能会挑得中。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过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比较强调这一件事。好。礼拜五交作业哦。好，我们看十四之二化学。方程式的平衡氧化素法，化学平衡的，吵死了。
化学平衡有很多的方法，不管你目视法、这个法、那个法，原则上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弄到平衡。然后有一些东西呢，有一些化学方程式呢，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做。然后这些特殊的方法，请各位听清楚我下面的话。你要有这个能耐，很快的去研判，要用哪个方法？我再讲一遍，你要有这个能耐，或有这个技巧，去研判，很快的去研判，要用哪个方法？你万一用错方法，那叫做事倍功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叫做事半功倍，差异性就在这里。请听清楚，不是说你没有办法平衡，而是说你会花多少时间。OK， 好了。问题在这里啊，四位，平衡做什么？告诉我平衡做什么？平衡了以后要做什么？计算。氧化还原没有计算。当然我们在化学上面当然是为了最后的计算，但是在高中的氧化还原里面没有计算。那平衡以后要做什么？平衡是要做什么？啊？来看这边，说真的挺无聊。玩加减乘除，下礼拜五我会带很多这样的一个化学平衡的例子来跟各位做讨论。但是依照我目前所能够理解，高中讲氧化还原的化学平衡，就是在玩系数的加减乘除。如果说你平衡不出来，这一题原则上你是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加减乘除。OK， 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氧化数法。它这边讲了一些第一个是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请问这要什么？注意啊，这是什么意思？离子，酸根对不对？这是什么酸根？帮各位复习一下。这叫什么酸？四个叫做过滤酸，三个叫做氯酸，两个叫做亚氯酸，一个氧叫做次氯酸。那你们家的漂白剂叫次氯酸钠，漂白水。OK， 那所以今天这个次氯酸跟双氧水。作用以后，它会变成水加氯离子，对不对？哦，氧加氯离子，氧气加氯离子，在这种状况下面，请你注意哈，这个时候氧是。这个一定是零价，没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元素一定是零价，这个呢负一价没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那问题说氧是几价？这里负二。负二，我接的。所以上次提的那个七个条件，你就必须要去记的，是不是？卤素起码你要记两个，一个氟，一个氯。卤素你起码要记这两个。如果说氧碰到它的话，这是负。当这个是负的时候，氧是什么？正的，正二。没有，这边是负。这到底是次氯酸根还是二氧化氯？可能是二氧化氯的，哦，二氧化氯。请各位看啊，这是负一啊，那氧呢？两个氧呢？要正一，对不对？那两个氧要正一，一个氧呢？怎么零呢？两个氧要正一，一个氧是多少？零点五。哦，零点五。二分之一嘛，对不对？是不是？OK， 而且是正二分之一哦。这边就已经颠覆你那个氧是负二的概念，对不对？是不是？好。那这个二分之一到零，它变了多少？
这个东西，这个是正一，所以说这边是正二，对不对？那正二的话，这边也要正二，对不对？所以说每一个是什么？正一，对不对？哦，每一个是负一，对不对？这是双水。二，两个正二，两个负二，对不对？是不是？好，这个负二，到这边，负一到这边，它是变化了一，对不对？是不是？它也是负的。那这边到这边，是不是变了正二分之一，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氧化数的问题了。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哪里看不懂？别，这哪里看不懂？这边。师姐，我再讲一遍啊。氟跟氯碰到其他的东西以后，氟跟氯都是负一。先把定下来。氢除了碰到锂以外，都是正一，你也先把它定下来，然后开始去计算别的东西。好比说氢化锂，请注意这个氢是负一，锂是正一，这是一个例外。其他氢都是正一 ，OK， 好，那在这种状况下面，这个负一，这个二分之一，那它的一个最小公倍数是多少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乘一不管它，那既然这边是两个氯，对不对？所以说这边也两个氯，是不是？这边四个氧，六个氧，那这边呢就变成这边是指它是什么是氧化剂，什么是还原剂的问题。OK， 好，请看这边哈，这边是二分之一变到零，对不对？这边是不是降？哦，这边是降，氧化数是降，对不对？这边是负一变到零。这叫做升，对不对？是不是？氧化数下降叫什么？还原
一个东西还原，它是当什么器？一个东西还原，当氧化剂。那一个东西生，它是氧化，它当还原剂，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一题是从氧化素的变化去看它谁当氧化剂，谁当还原剂。那当然这一个你可以继续的平衡下去，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个里面呢，它一定会有水，一定会有水，因为双氧水它本身就会变成氧跟水，然后你继续把它平衡下去，一样可以用氧化素把它平衡完成。OK， 好，这是上面一个，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东西，它讲氧化素平衡的一个反应，硝酸加上硫化氢，硝酸加上硫化氢，这是气体。它会变成一氧化氮加硫加水，一氧化氮加硫加水。来，请看这边元素，所以说这一定是零，对不对？这一个是正一，为什么正一？除了氢化锂以外，其他都是正的。氢除了氢化锂是负的以外，其他都是正的。那在这种状况下面，这个就是负二，对不对？是不是？好，另外一个呢，这个是负二，所以说呢，这个是负六，对不对？三二比六，对不对？没错啊。然后用错颜色了，负六。然后呢，这个是正一，所以这个氮呢是正五。这个是负二，所以说这个氮呢变成正二。到此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对呀、啊。有没有问题？跟这个没关系。
就不要管它，然后就开始算，养六个，这个呢是四个，对不对？是不是？养六个没有问题，蛋两个，蛋两个，氢呢两个，八个，八个，三个硫，三个硫，平衡。这就是氧化数的平衡。这边你们发觉一件事，来，重点在这边。请问你可不可以用目视法，用什么法？什么法？不要用氧化数法去平衡这个，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第一个，先平衡氢。第二个，你去增加氧的量。第三个，你去调整你可以按照这三个步骤一样把这个反应平衡反应式给平衡过来，一样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用这样的平衡的话，除非你很熟练，否则的话你会很卡，你用的时间绝对是这种方式的好几倍。如果说你不是做那么多题目的话，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好，那我们如何从一个化学反应式去观察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平衡呢？请注意这两个东西。请注意这两个东西，或这一个东西，你会发觉都有元素的产生，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没有？当有元素的时候，反应物没有元素，生成物有元素的时候，它的氧化数绝对改变，对不对？不管是正得到负的，或者说正得到零或负得到零，反正都是这边一定有氧化数，这边都是零，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氧化数一定有改变，对不对？看到没有？我只是想强调一件事情，告诉各位你如何去研判一个化学反应式该用什么方法比较快。我强调是比较快，而不是说怎么样才可以平衡出来，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发觉有元素的产生，当你发觉有元素的产生，你就可以先考虑一件事情，用氧化数的平衡来做。这第一件事情，可以吗？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OK， 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我们礼拜五会继续讲
有关于氧化树的还原，我今天讲义带错了，我应该带第三册，那礼拜五要交作业哦，我这可以擦掉吗？这边可以吗？